今晚吃啥，露露？今晚吃啥？还下午的。跟他们介绍一下今晚吃什么。老百姓啊。对对，老要还晓得。还有。我少吃一个虾，我可以多吃个秋葵啊。总共一个秋葵，你要多吃一个啊。我一个人吃嘛，秋葵。秋葵你一个人吃。嗯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哇哦，丰盛啊！这个鸭腿线可以吃哦。你介绍一下今天的菜肴。朋友们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吃好的，你们看，一人一块牛排，然后配西兰花，然后再一点大虾，然后还有我最爱的鸭脖子。没得倒菜哦。哦豁，没倒菜了嘛呢？倒虾是啥？那就切好了再端到桌子上，用筷子吃。给大家表现一下中国人吃牛排啊！哎，这两天来县城把乐乐带来，让他改善一下伙食啊。平时在家里面，也不是说我妈妈带的不好，吃的不好，就是怎么样会欠缺一点点。而且像我妈那种做事的性格，就是吃饭不准时啊。因为农村买不到这些嘛。我爸爸，快点快点。嗯，他挪了下夜。你在屋头买不到嘛？哦。乐乐在家里面。也记得有一回我们出去去哪里出差呀、啊、回来应该五天吧，连续五天吃豆角，诺诺说的啊。不过这个在农村来说也正常，也很正常啊，因为都是不吃就会老掉。在城头好是好，方便是方便了，就是开销太大了。城头吃得好嘛。今天去逛下超市用了280耶，那今天一天总开销都超过300元了。昨天呢？伤不起啊，昨天也是100好几万。平均每天200块钱能不能搞定？200块钱搞定是能搞定，但是我已经承受不了了。我觉得开销，一天在城里面就这么一家四口开销200块钱，我觉得真的还是比较贵了啊，朋友们。哎，我们是有偶尔上来嘛，以后常住的话肯定要吃差一点嘛。节约啊！来看一下我今天的鸭腿、大虾。西兰花啥子意思？我没懂起。牛排，你怕你那个大菜你炒到不好啊？用哪一口锅来？不粘锅。用这一口锅啊？晚上那个火有点任性啊。比如说以后我们如果常住上海了，这东西就不能随便吃了，要挑日子才能吃喽。三天吃一回嘛。一个月吃一回。一个月吃一回，有点遭不住啊。想起在农村吃肉啊什么的，还是比较奢侈啊。吃什么？在城里面来啥都要钱，要吃一顿好的至少两三百。把锅切穿了啊！弄熟了啊！给他们煎熟点，下午。哎。还没蘸好的。还没熟，汤包。嗯，还没熟。不在了呀。在哪里看？我就来分开啊，因为没有刀叉，就很尴尬。煎熟了没得？煎熟了你们干嘛？莫给他们搞啥子五成熟的是吧？得，你放心的。好吃啊！哇，那没吃了。你吃得完是一回事。那不是像血一样吗？不是，因为它这个是新鲜的，让你相信我。看，一个人吃得完呀？吃得完。好了，我们吃饭了。今天这个家庭版的牛排就做好了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刀叉，所以我们只能用筷子来吃啊，有点搞笑，但是依然不影响这个美味。爸爸吃了，好吃，我觉得味道很好。放刀啊！今天吃牛排，沾哪个的光？沾肉肉的光，要吃完啊，牛排。没熟，都还没熟。大哥，把它拿到那个锅里面去炖一下。
肉，好吃。宝贝，快吃饭。我吃红沙，我吃红沙。嗯。吃红沙。嗯，红沙。嗯。嗯，红沙。一口一口的喂吧，胖。啥咸面条？干蹦蹦。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文学。今天我跟道哥准备带乐乐他们去水上乐园玩一下啊，因为在考试之前就答应过乐乐，然后他这次成绩还不错的，所以要帮他实现这个愿望。哦，我们糖宝特别怕水，不知道他今天是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啊？来锻炼一下。这个天气还可以，不算特别大太阳的。然后同行的还有小刘、小杨他们。糖宝起床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，哇，好有夏天的气氛啊！这里面可能没几个东西我敢玩。摩天轮呢？还有摩天轮。这个地方是三台跟绵阳交界的一个地方，狂欢小镇啊，生态还是比较好，到处都绿油油的。嗯，不错不错，感觉车子停在草原上的啊，可能是因为暑假的原因，感觉来这边玩的人还是很多的。下吧，下趟小心点啊，乐乐给糖宝，真的给糖宝抽个凉凉。先生好，好，你跟我去玩了，我去玩水去了。你要怕不怕水啊？我不怕。怕不怕水？这个是他买的吧？咋了？不需要的，来你缺一个。他这边票价呢69块钱一个人，我觉得还可以，不算特别贵啊。啊，拜拜，糖宝，拜拜。火车，糖宝坐火车。糖宝要进去啊？乐乐去不去嘛？乐乐，我带你去。你去嘛，乐乐，走，我带你去。我带着你走。好耍，黑不黑人？杨勇啊，杨勇啊，黑的站不稳了。那么这么快就出来过了？那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看，这个不给的嘛。冲浪去喽！长岛的比妞儿还白。冲浪的地方啊，我们在边边上玩一下就好了。到吧，好舒服啊！来了一记猛的给糖宝，好了，我来带他，你先上嘛。现在道哥他们要去玩这个大喇叭啊，哇，这个很恐怖的。我在下面等他们，我们在下面等爸爸啊。快去嘛，你莫怕嘛。好危险！好危险！好危险！啊！好不好耍？好不好耍？好危险！好不好耍？好不好耍？好耍！哇！天哪，在这个上面玩的都是汉子。
他们上去了啊，看他们下来啥子样子。又下来一个，是不是道哥？不是的。我的妈，是个女生。小刘。小刘哪边啊？还活着吗？好恐怖，后面是个道哥。眼镜给我，眼镜给我。好不行，好不行，眼镜给我。大家不知道小杨还是姐姐啊，小杨大文学一个月啊。喊妈妈加油。不去了。那不去了，好去。去干嘛？不去。有的项目对于小孩子来说，有一点不敢下去啊。这个小孩子可以玩。来来来，站，站站站。他们这个水那么冷啊！哇，走，姐姐来找糖包去，你把糖包看哈，快去。哦，啊！你在打我吗？他们好苦、哦，嗨一袋，再来你弄一层。才能玩这个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乐乐！大妈，你在扶哪个？大妈，你输了！哈哈哈几点钟了？八点多钟了。八点钟了。天都还没晒黑啊！这人走回去都差不多九点了。怎么说呢，今天最狼狈的就是我啊，去玩那个冲浪的时候把眼镜都拍没了，又要去配眼镜，又损失了200多块，是吧？又损失200多块钱啊。然后今天两个小家伙还是玩得非常开心的，就很多水上项目他都特别合他们的意啊。我完全就看不出来，唐宝昨天明明还那么怕水，今天怎么这么喜欢了。他们刚开始去都很抗拒啊，都不想玩水，都不想下去，结果后面越玩越嗨，越玩越嗨，反正还是可以的，值得一去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对得起这个票价啊。今天两个小家伙都在后面睡觉，今天累得够呛啊。特别是乐乐，过几天要开始补课了，就是趁这几天嘛，带他到处玩一玩。嗯，对对对，就是在果不到两三天了嘞啊，可能我们明天要准备回去了啊。